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装备、奥义还有魔纹在右上角这边。那么大家看个仔细。那这一场呢，有没有大家觉得最近好像很常玩勇？因为我都用勇在打排位啊。那么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这张图。这张图呢是我勇的一个输出啊以及带线的这些比例啊，打团战基本上呢已经到达了这个所谓的顶标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到达顶标。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发育呢，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突出，但是我伤害却特别爆炸。哦，那我们呢来细讲一下哦，让你心领神会一下。很多人玩射手，输出打出来，有时候低于20%，有时候20几%这样。哦，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打高输出啊。那基本上呢，每一只射手你要打到高输出都可以，但是你就是要适应每一只射手的特性。比如说勇的特性就是你被动在打的时候，第一点你要把伤害打完嘛。那在我们这边一技能定到，直接定到对方图轮。哦，对方的夸克呢一个闪现，我以为他会一个闪钩，我们也不要再前进。你看这边稍微扭一下、哦、那偷偷摸摸的、哦、吃掉队友的兵线，队友应该是完全不知道了。那这一场呢我们是走边线，但我们的经济呢哦，这场的发育也不错，经济直接高出对方2倍啊，高出对方4000多块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小巧思哦。那通常呢我在对线的时候我只会用二技能跟普攻、哦、去打出被动，一技能会留着，因为你随时都要防备有没有人从旁边直接冲出来哦，跨掉你跟他跨了跪，冲出来给你符咒贴上去。而且呢一技能也很好蹲点 gank 别人，你看这边直接定到对方夸克，那我蛮怕这夸克会抓我的，我要小心他进到这个塔内。那这夸克应该是不会抓吧？哦，看到刀锋过来喽，这个刀锋很危险哦，哦很危险，稍微躲掉一下。那再呢就是勇的距离呢，勇的这个散射距，比如说我这一下丢出去之后哦，比如说我们被动丢出去之后，其实你看不太出来哦，被动的范围到底在哪里啊？这是要用心去感受的，用你手指头去触摸的哦。那通常呢，你们看外面这个圈圈，被动可以打比这个圈圈再多一点点哦，但是伤害不会打足。然后再来就是造型上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一般的这个造型的剑看起来特别细。哦，特别细，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这边要被抓了。这边一个定到之后，哦，对方夸克呢，身上怎么有红红的？被抓之后没关系，再安然无恙的走出来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不停的点普攻，点普攻，点普攻。我这套装备呢，带就是第一个就先把闪电戟带出来。闪电戟第一个可以增加攻速，然后让你的跑速也增加。那再來最重要就是它可以增加你清兵线的速度。哦，清兵线的速度一变快之后，你就有能够有效的支援，有效的蹲草。这边我们的佩纳被抓进去，但我一心一意是想说要吃这个鸟鸟了哦，先把这个鸟给吃掉。那再呢，就是我们你可以看到我跟佩纳的组合、哦、我觉得佩纳配上射手位，只要你不要打的太容易被对方 poke 到，那基本上你看我们板血刚刚打一打是剩下一半以下，哦，这夸克这个勾也太不会勾了吧。啊、不要被打到一半以下，基本上你的血都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健康状态。那可以看我们佩纳还是一直跟我们走双人线，那佩纳的骚扰能力呢也不会太差，再加上这个版本的佩纳呢也有所提升哦。好，我这边率先的，我点开魔龙跟队友说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进来甲龙，进来甲龙哦。那魔纹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命中对方普攻可以增加魔量，那这个我也觉得蛮推荐，蛮推荐带勇的。那我现在最喜欢的一个。脆皮魔纹就是当你3秒内就是被对方输出打到，好像打到30%以下吧，哦、不是30%，就是单一次消耗30%以下，以那个伤害啊，哦，就可以给你一个护盾，啊，这个护盾呢还能够怎么样？还能够让你加跑速，所以我觉得很赞，而且它 CD 很快，这边一个一技能定到之后直接收掉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那再来呢，就是丢一技能的时候有一些技巧哦。如果呢，你的一技能定下去之前你就先射的话，哦，很有可能就是怎么讲呢？比如说啊，有时候我们在打会战的时候，你被动一技能射下去，哦，你一按一技能下去，你会马上按普攻嘛？那普攻就马上射出去。如果这一技能没定到人的话呢，那就比方说你普攻基本上也射不到人，那很多时候就会让你少打一下被动，你懂吗？就是你一技能按下去，但太快反而射不到人。哦、很容易造成你的输出不完全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？哦，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导致，你可能还要花时间在旁边点普攻，或者是你就整整少一下被动，因为勇的伤害其实非常高啊，三下被动加上一个大招啊，对方基本上不死也半条命，不会半条命，绝对是残血。
哦，这夸克想抓我，一剑定到之后，一个闪现来，这一场漂亮的来了，一个二技能看到刀锋过来，当下我觉得完蛋了，可是呢，当下好像又觉得又可以，一个大刀砰起来直接射掉，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输出疯狂狂暴式输出啊，哦，硬是在这一波把对方打得一个体无完肤啊，你知道，对方完完全全的啊、哦，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波伤害。刀锋进场直接被定在那边，佩纳呢是一只很容易能让刀锋哦这个措手不及的角色哦，因为他一进来他会错估血量，你知道吗？他血量一错估就很容易直接葬身在我们这个团战里面。好，那下路兵线也来了，我们现在完全不怕，哦、对方选了这个蛮不错的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射手亥牙，这边稍微的躲一下夸克的勾啊。那夸克呢会给我比较大的压力啊，他绝对大过于你的考试压力啊，你知道吗？夸克站在前面我就觉得很害怕，但是毕竟我们现在有优势，我就算被抓住我也不太害怕哦。那佩纳也不错的点就是他可以增加我们的攻速，他用一剑的时候不但可以补血可以加攻速，那我们在推塔的时候呢能够更快的叠出被动。好 OK， 那这边就往前进，这个夜叉一剑的给他定下去之后大招 biu 姐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志在拿被动拆塔 OK 的，没问题、哦、好，来来来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再把这条魔龙给吃掉 OK 好，那我这边呢看一下哦，你可以发现这只佩纳从头到尾都是跟着我，对，完全完完全全的一个保护措施啊，哦，保好保满。那下路还有一个亥牙，那亥牙呢在遇到勇的时候呢其实蛮好打，因为勇是没有位移技能的嘛，那你只要不要被他一技能定到，基本上你拉开一点距离，当他在丢被动的时候他是站在那边的嘛，那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技能然后去直线的输出他，因为勇的输出也是直线式的、哦、也是直线式，但前提就是在勇射下去被动的那一刹那你就要做出位移、哦、这样他才不会打到你，懂吗？就是你要做出90度的位移，这是勇比较又被抓到，不过没关系，一个闪现出来二技能、哦、持续的、哦、对他造成伤害。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波会战准备要打进去了，那再收一只吗？还有残血的，还有没有人？还有谁可以给我杀？哇，这一波很凶很凶哦，这一波直接打进去咯，哦，这个拆到塔咯，碰到塔咯，哦 OK 没问题哦。你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嚣张啊、哦、非常嚣张啊，这个直接入对方野区，我想走过路过的时候对方也一定不能放过哦，全部给他收干净，知道吗？收干抹净啊、哦、来，那这个清兵线的画面呢就跟你我一样、哦、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一期我想要跟大家互动一下，因为有一个互动的一个标题嘛，现在放暑假了，我不想要一直聊传说的东西，因为觉得太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么宅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是说太，不是玩传说很宅啊，也是很潮的，比如说像我，对对对，我们聊一下互动话题啦，来想一个哈，我看一下，不然聊一下你最喜欢女友哪个？不行，哎，下面留言的话我可能会被 ban 掉这部影片，不能这样啊、哦。我想一下，我们来想一个，我想要就是跟大家互动，然后留言，然后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心情啊，或者是发生过好笑的事情啊之类的，但我们现在讲解，我等想到再跟你们讲。但我可能想到的时候，这一部影片都已经结束了。我应该要在每一部影片事前就先想一个互动话题，你们觉得这样是比较有那种友好的感觉？这个夜叉妈直接过来参加冰雕展了，我的妈呀！哦，这吓死！这个亥牙基本上走不掉。哦，后面还有，哦、这我到底是要杀前面还是杀后面的？你看有人被抓了，等一下，这波应该可以哦。对方刀锋一个过来，一个死。好，最新的这个《中国有嘻哈》第二集，大家有看吗？《中国新说唱》第二季，之前那个叫什么小丑？对，反骨也模仿了一次，我就那看到那一段真的蛮好笑，我就让 freestyle 赢他，还不能这样嘲笑人家，人家是很厉害的啊、哦，至少对我们这种凡夫俗子来讲，好啦，你看这一期没有互动话题的，好啦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你告诉我哪一间，就是珍珠鲜奶茶，我要鲜奶茶、哦、最好喝，哦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哦，这个珍珠鲜奶茶。最近蛮喜欢喝的，那你觉得哪一间连锁店最好喝？我喝遍所有
台湾连锁店的珍珠奶茶。那这一步有点久之前，有点久之前，但这也没有说多久，大概三天前吧。我大概三天前还是 A5 的时候，啊，今天现在是 A1，算是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啦，但基本上用泳还算 OK 啦。哦，好啦，那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先到此结束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呢，直接赢人家一倍呀，啊，吓死宝宝！好啦，先这样喽，拜喽。